话都撕掉。发现过海各种神通哦。首先，我们第一站去看一下当年朱元璋为了金表他的有功之臣周殿先，特意为他督制了一个御制碑亭。这里就是仙人洞的月亮门，寓意着人生走过去圆圆满满。我们在仙人洞拍一个照片，这是月亮门，先拍这个照片。来来来，在哪？我们去看暮色苍茫，看尽众星踪。先看御碑亭，在这里先拍照。来一个。今天过年走路。不想在人间游荡，不想在人间游荡，立了，我已经立了。得道成仙吗？哥，得道成仙。对吧？修炼已久，终于可以成仙。来这边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御制碑亭，明代的时候就在此、啊、明代就在此啊，对，是为了纪念周殿先人。他说他是一个撇脚大仙，但是的话呢为朱元璋建立明仁朝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建了这样一个风水亭，因为的话呢这里传说会容易起山火，那亭子的话呢就是有一个抑制山火的作用。大家看到这里的话呢都是龙的九子螭吻，螭吻的话呢它就是吃水的，吃火的，然后的话呢在这里的话防水火一个字，因为这个是建给这个真正的是这个，这个是祭的这个东西。慢慢来啊！要爬上来困难点，下去一定有东西的。楼下的都放了，这么劲爆的。要上楼去。
在哪里啊？来来来来。这边的话就是佛手岩，像佛的大手一样看。哦，这个于洞宾就在这个天然山洞当中得道成仙的。仙洞就是这里的。来，于洞宾的前面，正好赶上了江西省的全真派的大会。这仙洞。对对对。东西掉了，你的也被，嗯，放慢了。来，像不像佛的大手？一样的，像一个佛的手，像不像佛手爷？像佛的大手，对。传说呢，李洞宾得道成仙啊，这个各显神通就是在这里了啊。洞天玉液就是里面有一口滴滴泉，全年只滴一水，然后终年不竭。嗯，对，里面有一只，有一。个全面叫玉帝泉，在哪里？在里头，里头比较黑了，我担心大家，所以还是尽量不要进去。哦哦，对，因为它比较湿，好不好？天黑的，好，天黑的，天黑的。我们这边的话呢，都到了，已经选到公园了。到底是地方 ？We must go。可以，历史做完了。中。拍你要中什么？你要中状元？中什么？谢谢拍，谢谢，这样才拍得清楚。就这个洞啊？对，你看上面那个手，就像那个佛的手。啊，这个自然的啊，就这样的。自然的啊，这样的。哎，这上面这个洞，就这个是仙人洞啊。他说这个是佛手岩的。嗯，佛手。所以洞就是这个啊。啊，这个。哇，下大雨喽！看不到，蒙蒙的。八点钟开场没？在这边送来，哦，送来鱼给付那边。